觉不睡觉。你在干嘛？觉不睡觉嘞？小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小山羊是吗？我看一下，怎么这个怎么玩？你看这样，滴滴推车车，他不会推，他在推什么？妈妈看一下，他在运输白菜，就推从这边推到这边。就你自己推，你推不到，你就生气。那妈妈帮你推呀、你自己来。白菜成熟啦，小山羊去摘白菜。推不动是吧？慢慢拿你的手来推。你怎么这么好笑？你推不动你就生气嘛啊？那你还推不推？这样子啊，举，你慢慢拿你的手，拿你的手。哦，动了是吗？拉过去，拉过去。南瓜动了，你看。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哦，你这不是推动了吗？你是不是想抠了出来？是不是想抠了出来？这个脾气不得的不，这样子啊？这里还有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哦，这里转这里，睡觉了好不好？9点钟了哦。睡了哦。你研究出什么啦？这个，这个是怎么样呢？哟，这个被你扯烂了呀！这个都被你扯烂了，你这个小家伙，你这么厉害的啊？要扯烂了，扯到哪里去了啊？小航，眼皮要掉下来啦，不睡。喂，你硬是要把它扯下来，你才舒服是吧？牛脾气，小牛脾气。你看得懂吗？你看得懂吗？妈妈教你好不好？来，妈妈教你。被你扯烂了。小兔子想去挖什么呢？看一下，挖什么？
噔噔，挖红萝卜，你看，西红柿变红啦！谁在摘西红柿？看一下，看一下谁在摘西红柿？我看这个怎么拉？对，拉到这里，拉这里。咦？哟，这是谁？噔噔噔噔，你看，松鼠，松鼠在摘西红柿。你看，噔噔噔，咦？咦？藏起来了。咦？又出来了。来，你自己来。来，你来。这样折就烂了，在家里。你还不会看，等你长大一点，妈妈就教你，知道没有？就是想弄这个南瓜下来，是吗？睡觉了哦，好不好？妈妈跟你睡觉了。走，睡觉了。来，过来。你不管这个南瓜摘下来，你都不死心，是吗？你想把那个吃了呀？来，妈妈帮你，妈妈帮你，妈妈帮你，就等关起来，然后睡觉。来，妈妈抱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不见了是没？好累了，都不睡，在那里玩。你看，一下子就。